谢谢你，你感觉有倒位感觉无爽快？我看到你，我规身躯拢足爽快。你敢知影？你天十几点，我烦恼到要死，你阁有心情在遐讲爽笑？怪伊哦，阁会晓耍嘴皮子，你应该是无代志。 我红线嘞，那无去啊？哎，你要创啥？无啦，红线无去啊，可能在伊个船顶啊，我要去找啦。袂用嘞，你即摆倒来拢袂用去啦。哎，阿唔过，倒好。原来你手机啊？看到你分期啊，还是个这条红线又掉掉。 我就知影，你有我尔珍惜，我尔把咱两个缘分，所以从今开始，我嘛甲咱的缘分好好聊聊。咱一定爱好好聊聊聊啦。恁两个人哦，会用会珍惜这段缘分，安尼真好。 啊，不过上好是莫搁后悔啊。这边哦，刚才有张正浩跳海去救你，啊，若无你的伤哦，都会搁较严重。是讲真奇怪呢，我俩阵讲张正浩是因为嘉文来替我庆生，所以专工来闹的。没想到伊会救我，感觉我真正误会伊啊。我嘛感觉真意外，啊，不过确实是伊跳海去救你。 先莫讲张俊浩啦，是讲表哥的雄雄去找你报仇，我嘛感觉真奇怪。这件代志绝对无单纯，我一定派人去调查清楚。建华，你先安心哦，好好休养啊。是啊，是嘞啦，啊你替我办一个 party， 我煞不敢呢。不要紧啦，至少你人无代志啊。 而且上吊的是嘉文，嘛接受你的手指，敢毋是？今年的生日对我来讲，真正特别有意义啊！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查甫人的责任。啊，为着要让嘉文有安定的生活，我有下决心要回头啊！我会叫招财去放消息。 讲我李建华自今嘛开始，爱想卡西笑啊，别甲这个讲哦，讲拜拜啊啦。你会当讲哦，安尼真好啦，嘛无枉费我甲嘉文替你过生日。啊，不过这边阿姊真正希望你讲会到，都爱做会到。这是当然啦，啊以后真有可能都毋是一个人过日子啊，啊哪会当互嘉文哦？ 一个安定的环境、温暖的家，伊才有可能嫁我。你伫我房间做嘛？ 你的面像哪哈尔歹看？我是要来找你做伙庆祝，庆祝咱头一个合作的计划顺利成功了。无你是咧合面咯？我当时讲要跟你合作啊，都要叫你莫走，去救伊的李建华，啊你听我的话啊，所以这条表示咱合作就正式开始了。嘿，迄个时阵是你甲我杀入海内底，我才会甲救的。佮再讲，你除了甲我杀入。 你搁做了啥？这物件，这叫做啥物合作啊？同学啊，做人莫毋知好歹啊。迄个飘哥叫人抓去关，伊是安怎到即摆，佫袂甲你警出来？啊是安怎到即摆，警方佫袂甲你抓去问话啊？伊捌甲我答应过，伊袂甲我警出来。你莫来关生笑，小可探听一下，迄个飘哥毋是啥物讲江湖道义的人。 伊之前就是因为厝边闹大的，伫咧农会内叫地下金丝时，你敢毋知影？
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替我斗三工？知影着。若毋是我，你即摆早就甲伊关伫笼仔内啦。我是要哪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？你最近所做的代志，我拢甲你探听个一清二楚。假使讲我也想要害你，你即摆敢有可能安尼活跳跳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？同学，你也想清楚了，加一个敌人不如加一个朋友。他心脏现在已经开始在调查那件事情，不然是上帝的主主了。他也是那么成功的人，你要温暖的恐惧不是那么简单。他你跟飘过在龙岸来是同学的这件事情，他早晚就会发现的。我要是没在你的背后替你暗看，是到你安怎死的你都不知道。你把我事情调查到这么清楚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的背后有什么阴谋？你放心啦，我会安尼做，只是想要加了解你一寡，然后再知影讲后壁的计划要哪进行啦。好啊，安尼上好。那安尼，你即马来甲你所有计划拢甲我讲好清楚，因为我无想要去做你的机理，有你利用啊。其实你无需要知影遐尼啊多啦。小王姐，我过去许你算计几落届，我即届无可能，够你有机会来倒咬我一嘴。好啊，告诉我你也是歪家合作，我看你上好的结果，你只不过是会当做一个有唱的顾问，然后领着普通人的薪水。我看你张正浩，你后半世人是毋是要过了这种这尔无出头的生活？做一个普通人，总比迄个你利用了后一无所有，等到该替你担罪，搁较好吧？同学，你真正是真无出团的。安尼啦，只要你照我的计划去掌握到心脏的，无的确，咱搁会当借着心脏的资金来翻身，甚至还搁有可能甲世界一人摕倒转来呢。同学。你先人甲我讲，你张正浩无搭陪我做伙耍，安尼啊对你我是会真失望嘞。你免安尼搞刺激啦，一招即马对我已经无路用啊。你想要甲我合作会用的啊？甲你的诚意揭穿。我当然是有这个诚意要甲你合作啊。所以即边我出头壳，那你也一平。而且所有的好处你拢看会到，甚至你掌握会到。啊，你是有啥物好惊的？惊、嗯？我当然嘛惊啊！这么啊干巧，我惊到。你别喊你啊无自信啊！但这边的局势对你拢非常有利呢。等到是我的提防公司搞，你把所有的好处摕到，过河拆桥，把它贴在一边哦。张姐。我开始感觉你讲甲愈有诚意哦，我愈无多相信你呢。你明知影迄个姓邓的是一个真歹对付的人，而且伊即马搁咧调查游艇顶关的代志，你即马叫我去接近伊，安尼毋是危险？这你做你放心啦。我自然有我的办法，会当让伊一步一步慢慢啊相信你，只要你听我的话。阿生哦，你讲的合作若是爱我听你的话，做你的工具。那你这种合作我无兴趣，你当走。好啊，你得慢慢啊考虑啦。我想我这个人我真有自信，我相信讲咱真紧就过会当见面啦。